是，陈先生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你过来，我好好跟你谈。好，他不要，没关系。不是，他手上有那个电话。喂，那个陈小姐吗？我是刚刚跟你来电的那个警员张富成，你有没有印象？哎，啊，你有联络到他？你说他现在人是在日本是不是？你现在就照我的去帮我做，帮我这个忙好不好？帮我联系他，他到底有没有，到底是不是安全的？他有没有办法联络到他？我知道，我们现在在查，你再稍等一下，前面还有一个客户，稍等一下，可以的。稍等一下，我现在就没有接那个坏人。对啊，我问你家人，你太太跟你大女儿有没有联络到你了？那你老婆有联络到了吗？有联络到，她说在救护，在救护啊。那你知道吗？我刚刚联络到你二女儿，哎，她跟我说，她是跟我说是没问题。哎，现在在哪里？有没有和犯人在一起？哦，会是安全的。哦，以后自己网络上这种东西发生这种事情哦，先联系你的家人，因为台湾诈骗电话很多。那好，回去就好好休息，跟家人联络一下，报一下平安，知不知道？好，哎。